要么旧长衫，君莫笑，不懂自有数万卷，你只比来一方面，傲骨对苍天，君莫笑。我们的，再看我们的，来好，嗯，好。哈哈，丁师爷，小的在。前任知府何有章离任时，共搞了多少两银子？回大人，不算很多，十多万两吧。大人，以丁志德帮助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，当定何罪？小的知道，小的知道，我丁志德没有其他本事，只能靠溜须拍马得宠于官场。胡大人，此行想弄多少两银子？不多，也就二三十万两吧。哎呦，我丁志德在搜刮也搞不到那么多的银子呀。不不不不，百姓都已经叫我丁摸底了。大胆，你是不是想吃板子？小的不敢，小的找伴。这有意思。一会儿啊，我们四个人一起都演一演丁世爷和张有福吃板子的事。好好啊。丁世爷到。你在干嘛？出去。哈哈，四位都是有福之人，做大牢也有人送上美味儿。三弟啊，让你受苦了。嫂子带些可口的菜来，都是你平常爱吃的。来来，一起尝尝。嫂子做菜的手艺不好，别嫌弃啊。慢着慢着，嫂子，我们呢正在排一出戏，让我们演完了再吃如何呀？哎，嫂子，你也来看一看，乐一乐。哎，嫂子看呀。哟，你这个疯子，把戏都演到大牢里来了，怪不得有人还愿意陪着进大牢呢。嫂子，大牢里你的嘴就饶了人吧。嫂子这是说着玩的，你们全当戏言。你们在大牢里还玩什么花样啊？啊？你们手里都拿着什么？啊啊！举起手来，这拿过来。好啊，丁师爷想看那是万万拒绝不得的。我们开始吧。来，丁志德，老夫问你。给老夫之怪机，是否你和张有福暗中勾结，有意陷害？回大人，这有意陷害谈不上，暗中捉弄倒是有的。那么你说你都是如何捉弄和取笑本人的？如实招来。是小人也是被逼无奈啊。一次曹操痛打大人，小的听见大人大呼小叫，一是不敢上前营救，怕挨打。这其二呢，小的听见虎大人叫的声音怪好听的，小的愿意多听几声。大胆，是，大胆。
丁氏，这不是在骂你和胡大人吗？提督大人，此次大人医治怪疾，阴差阳错都让徐渭给治好了，假道士一事小人实属不知，后来明白也不便再说，只是胡大人受了皮肉之苦，挨了棍棒，小人觉得挺好玩的。什么？大人受苦你还高兴？谁受苦我都高兴啊，我天生的黑心肠鬼心肠。丁志德，你这个王八蛋。你这个王八蛋。什么？你敢骂我胡大人？我骂那个谁，丁志德。丁志德是你骂的吗？他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毕竟还是老夫手下的一条狗。徐渭，不许你在府衙的大牢里胡作非为。你好。这也是有奖的天下吗？嫂子，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。哎，戏还没演完呢，接着演呢。来，接点。回胡大人，我张有福鞍前马后围着你大人转，请来了道士给你治病。道士虽假，病总是治好了吧？可你倒好，赏钱不给，反倒吃了30大板，吃了多少苦头，抓住了2个死对头，可至今没有死罪。哎呀爹，你笨就笨在喜欢花冤枉钱，拍马屁拍到牛屁股上。那个丁师爷、胡宗宪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们把你啊当做狗，算计你的钱。混账东西，你聪明，怎么连个举人还是我花钱买来的？你聪明，怎么叫人家丫头这耳瓜子？你这头猪，还跟我理论？笨与聪明，给徐文长提鞋，人家都不要。混账！你这个老不死的！老子骂儿子，与你有何相干？哎呀，我又没骂老子，我骂的也是儿子。你听好了，我骂我儿子张旺财是混蛋、王八蛋，是猪，是草包，也轮不到你来骂他。是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张万才是畜生，也是我儿子。这叫50步笑100步，这回不笑了吧？高手都是高手，三弟带出了一批高手。三弟啊，你把嫂子也带一带，用不着再受他们的气了。嫂子，你也想蹲大牢啊？笑什么笑什么，都给我看紧点，赶快撤走，走，看紧点。徐文长，你等着，周末我会找你们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知道处死这点屁事。你们知道现在朝廷政局不稳。是，卑职惭愧，卑职不再胡说，卑职告辞了。报，朝廷公函12火急。我们还是走吧。先别走，沈炼之子沈香杀个回马枪，现任江南巡抚，可能即日就到，说不定老夫会有麻烦呢。大人不必惊慌，胡大人既没杀沈炼，又没抓他沈香，何罪之有啊？不知其底细，难下定论。你们要求我办的事，你们可以去做了，但不必惊动陈大人，越快越秘密越好。大人放心，卑职吩咐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走，这一次不能让他。张大人到。
你为什么不亲自去行刑？既然你恨死他们了，为什么不亲手把他们干掉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胡大人的指示我得去办，但我可以不去习行。沈香马上就要到了，这笔账算不到你我的头上，但又除去了心头的大恨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到时候啊，我不照样当我的师爷吗？老谋深算。袁梅梅，小马车，胡大人要亲自审案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快点快点，有好事等着你们呢。啊！沈星星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不去，好妹妹，要去我们一起去。丁师爷，你不要耍什么花招啊！胡大人要审案，你骗谁呢？带走！快！妹妹，我们去。文长兄，茂生知道他们是不会放过我和妹妹的，但我向茂生死得坦然，死得值。我和妹妹已经拜过天地了，也堂堂正正成为夫妻了，今天就是死在一块儿，茂生知足了。文长兄，活在这个世上，能与兄长在一起，实在是我的荣幸。兄长身上许多可贵品质，我都学到了，虽死而无憾。美萍姐，我和梅梅走了，文成兄就靠你照顾了。文成兄最需要的就是有人理解他。过去我不太懂，现在你帮我补上吧，拜托。文长兄，多保重。走，肖相公，走。梅平姐，我要和肖相公一同去。眼下你在世上给他留个孩子，现在不能了。妹妹你有空时到坟上来看看我们，别让我们太孤单。走，快！梅天姐，你和徐相公太保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妹妹，快点！妹妹，妹妹。禀胡大人，巡抚大人已经抵达绍兴，听说胡大人在此，已从钦差行辕往这边赶来。好，快迎接。是。来得这么快，会不会又是虚伪捣鬼？上回冒充相爷，这回又冒充巡抚？不会，徐渭啊还在牢里呢。哦，这回怕是真的了。巡抚大人到。江南巡抚沈香沈大人奉旨来到绍兴，亲出严嵩余党。浙江省督府总督胡宗宪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查逆臣浙江省督府总督胡宗宪，任严嵩为父，把持浙江省府，陷害忠良，私吞抗寇银两，逐计革除官职，押解进京治罪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万岁。押下去。走，
沈大人，沈大人，陈大人不必惊慌，没你的事。是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赶快去救徐渭、徐相公。啊，还在牢里，沈大人请。啊，请。老身为了公道，你们不能死，你们没有死罪，你们不能死。徐相公，不能。徐渭，徐相公，你们，你看看我，不能跟我说话呀，跟我说话呀，不能死，你们没有死罪。望生老弟，陈大人，徐相公何罪之有，把他弄成这样？下官无能，下官失职。哎，大人，是胡宗宪陷害的。大人，你侄儿沈香拜见叔父。徐相公，徐相公。沈香，是沈大人。梅平，快快去救萧相公，快去救梅梅姑娘，快去救萧相公，快去救梅梅姑娘，快去救萧相公，快点去救啊，去救他们，快快快，嘿，人呢，人呢？人呢？啊，什么人？人呢？小宝生呢？走开！你们把他杀了！你们把他杀了！到得太迟了，下官拟了一个整治建湖的策论，被胡宗宪压了下来。不过我写的不及徐相公写的水利论这么全面透彻，下官抗争不力，深感愧疚啊。陈大人不要过于自责，陈大人与我徐叔叔一道反对按丁摊派捐银，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，在许多情况下保护了许多人，本官深为感激。哦，不不敢。现今是要同心同德治理这块风水宝地，整治建湖已成为当务之急。本官已聘徐先生为巡抚募兵。好，好。徐先生为人正直，智慧过人呐。沈香衣锦还乡，启用徐文长。哎，你我的日子难过了。我比你们更倒霉，沈香是我带人追捕的，小茂生袁梅梅是我带人去抓的。哼，幸亏啊我没参加杀他，
要不然啊，今天一早啊就进班房了。哎呀，你们俩叫两个孩子披麻戴孝报丧，潘杰军因此一病身亡，这徐文长还不恨之入骨啊？哼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难对付的不是沈香，是徐文长啊！现在就是要想个对付徐卫的办法。他也上过别人的当，他的心软，对付他的办法我倒是想得出，要紧的是对症下药。嗯，这个哎，我倒是想出一个办法呀。啊，我也想到了一个办法。哎，丁师爷啊，丁师爷，哎，我也有一个。嗯，那好啊，我们不妨都说出来，推销推销。病了好几天了，别动时间太久了。我真担心徐相公的身体被病拖垮了，你能起来我真太高兴了。柳姑娘，你还记得吗？很早在杭州我就向你求过婚，那时候你说你不配我，还说怕影响我前程之类的蠢话。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我希望心里还装着你呢。如姑娘，答应我就住下吧。真的，刘姑娘同意了，你可别后悔啊！今生今世不后悔，只要徐相公，你不后悔。娘，娘，来花，徐梅，什么？哎呀，瞧你把我吓的！徐相公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从今天起啊，柳姑娘就在咱们家住下了，我也不准备办什么喜庆，就我们几个晚上好好吃顿饭，大家乐乐就算成婚了。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小女子刘美萍拜见婆婆。哎，别别别，本来就天天见面，怪不好意思的。美萍姐姐笑笑什么笑？在家高兴嘛，夫妻对拜。这么小就喜欢凑热闹。张老爷怎么来了？哎，放下放下。哎，听说徐相公这几天身体不佳，老夫特来探望，备了些薄礼，不成敬意，过去多有冒犯。徐相公是宰相肚里好撑船的，请见谅。原以为张老爷是来送喜礼的，心想我徐卫刚和柳姑娘成婚，你张老爷怎么会知道？哈，原来是赔礼的，多可不必。想想那回把张老爷装在柜子里死猪一样抬来抬去，该受宽谅的是我呀。张财主的礼是不是送错了门呢？哎，柳姑娘啊，有得罪的地方请多多包涵。最好这只大公鸡就送给你补补身子吧。我求你们给老夫一点面子，就收下吧。哟，
这么多银子啊？啊啊，对，你们等一等，我去写一张礼单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哎呀，一边保礼还写什么礼单呢？徐相公毕竟是书香门第出身呐、啊，什么事都要画画写写。来来来来，小宝，李丹挑几个。哎，好，慢着慢着，你们急什么呀？又不是去赵和呀。六姑娘又戏言老夫了。啊，梅萍，把礼条贴上。兰花，把草鸡挂在门口。哎，徐相公，嗯，这银子啊，啊，请客送礼，无非就是通个人情世故，日后办事好方便。好，我就依你，多谢徐相公。至于通关节嘛，黎民百姓是个大关节，非通不可啊。今日暴雨成灾，正是通关节的大好机会。啊，有劳这位家人跟我家兰花姑娘一起把礼单送到巡抚行辕，救济受灾百姓。啊，啊，这只鸡嘛，我就收下了。徐相公廉洁奉公，不收财力，我恭敬不如从命。小伙计，不不不不不。送出去的礼就犹如泼出去的水，这银子已经是我的了。兰花，快跟这位家人走。大叔，走啊。好吧，找徐相公的办。来走。是。徐相公，告辞了。婆婆啊，娘，慧儿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、啊！你已经吃尽了苦头，萧相公、袁姑娘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我们宁可吃碗开心粥，不吃那碗稠米饭呐、啊。婆婆，您就别担心了。娘，孩儿知道。千把两银子在他只不过是九牛一毛，已经送上门来了，岂能让他再拿回去呢？爹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，他收下了？收个屁。哎，徐渭收张有福草鸡一只，巡抚行辕收到张有福救灾捐银1000两整。嗯，这徐文长真不好对付啊。比我预想的还要坏。那就看看我们的办法灵不灵。哎，那也只好按照你的办法去试一试。哎，反正丢面子又不丢银子。好。陈大人，汉代会稽太守马真大规模整治过江湖，开通河道，砌垒塘堤，造三江水闸，赢得百年丰收啊。如果水闸完好，河道畅通，就算是连降暴雨，洪水3天之内也能退尽，泄入大海。可如今水闸破败，河道淤塞，这江湖也就泛滥成灾了呀。本官就以马太守为敬，望二位鼎力相助。走，范老大，到那边看看。你看那边水闸已经破败，得加紧修缮。对，大人说的对，我们一定加紧修缮。哎呀，
是他，是徐卫。装得像点，越可越好。来。啊啊！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小的对徐先生多有冒犯，今天特地捧着牌位来请罪。徐先生，大人有大量，全当小的已经死了吧。啊，愚兄愚昧，明里暗里和贤弟过不去，多有得罪。自觉无脸面见贤弟，故意竹壳遮脸，以示厚脸皮，不要脸。所以我们请贤弟宽恕，请贤弟宽恕。沈大人看着我，怕我跟你们过不去啊。改过死过，死过改过，改了就好了，谁没有一点毛病呢？多谢徐先生。啊，贤弟君子之量，君子之量啊。相公，他们在干什么？至于吗？至不至于，他们已经在做了，他们要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啊，总得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徐先生，这是大人不计小人仇啊。我永记贤弟的宽恕之恩。徐卫心里已经明白，二位用不着再花言巧语了。好，就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柳姑娘，去拿笔来，给他们画上个阴阳脸。画了阴阳脸，给我在绍兴府衙门前站一个时辰，表示脱胎换骨、痛改前非的决心。那么，以前的事就不追究了。要画要画，我来画一个。大人，这个，他我怎么画？哎呀，画吧画吧，丢面子又不丢银子。哎，你看干嘛呢？两个人不转过身儿。是啊是啊是啊，这是。您这人怪老实是啊，这是。啊，哎，看看看看。丁师爷，张相公，丁师爷，高老板，干什么呢？嫂子，买东西啊。买点米，就是啊，好些天没看见了。哎，看什么呢？两位贵人今天怎么了？叫你们好半天了，什么意思？理都不理啊！高老板呐，我求求你了，今天就多包涵了。哪天我去同济楼向你赔罪还不行吗？走走走走走。是啊，高老板，你先走吧，走吧。你走啊，走啊！奇怪了，两个人呐，平时恨不得把脸装成铜盆的，就怕别人不认得。今天呢，反倒不敢让人看脸了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他们俩一定在打赌，看谁把脸先转过来，谁就输。说真的，可能是在打赌。是啊，快过来过来过来，我们赶快走，快走！衙门前小区中闹事啊！走走走走走走！哎，各位乡亲，你们现在听我张万才说一句啊，等一会儿我算铜钱，哎，给你们大家算铜钱，大家听着，太有意思了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铜钱了，真的多一个钱，多捡一个，把小麦子上来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钱了，还有我的屁啊！那你们小心被叫回来！你站在这吃饱是撑的，转过身来。哎呀，爹，我不能，你先回家吧。管过来啊！你这小子在那胡说八道，老子给你吃耳光！哎，这两个什么意思？你给我吃耳光！来，你给我吃耳光！是啊，是啊。你这个，哎呀，你这个，你这个真小子！滚！都给我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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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看，给我滚！滚！你这都给我滚！你们俩这是滚！你们俩这是。
这种名堂啊！哎，你们俩这是演的什么戏呀、啊？爹，我比你聪明，这点丢脸不丢银子。你说什么当然是。这几天考察了不少地方，如何治理剑湖，已心中有数。就按徐先生《水利论》中说的实施，疏通剑湖通往海图的河道，修老闸，建新闸，砌塘堤。什么？银子？如何筹措银两？正要二位出谋划策呀。先不要开口。徐先生平日爱打赌，玩雕虫小技，今天我们就来玩一玩，乐一乐。好，个人把自己的主意写在手心。谁要是输了，罚他喝茶三大碗。输赢如何来定？主张可行，被采纳是赢，不被采纳者为输。拿笔墨。大人，请。来，手都伸过来，亮。咱们不学胡宗宪按兵翻派，请有两千百亩以上的大户和富商巨贾任捐。这个办法好啊。据说啊，当年马真太守也是银两不足，他用了咱们绍兴一句俗语，叫做有夫之人喝头口酒，筹足了银两，我们为何不学他一学呢？好。静一静，在下先说两句。今天来的都是绍兴的名人、富豪、巨商。今天呢，巡抚大人要请大家喝酒啊！啊，巡抚大人，你可请我们喝酒啊！多谢巡抚大人，谢谢巡抚大人。酒是什么酒？大名鼎鼎的陈年绍兴酒，是啊，状元红。咱们绍兴啊，有句俗话，有福之人喝头口酒。对，这里头口酒有十八坛酒，头口酒也只有十八碗，究竟请谁喝呢？头一口酒啊，我要喝的。老六啊，这头口酒你得喝呀。是啊，我要喝呀。为什么大家都想今天我也喝他一坛头口酒啊。这里有个讲究，有个条件，你我说了都不算，要由请客的主人来宣布。沈大人请。其实很简单，哪位慷慨解囊，为整治剑湖捐资，谁就有福分喝其中一坛酒的头口酒。那是治理剑湖，那是人物呀。秦王大人，捐资多少方可喝这头口酒啊？不做规定，诸位都是场面上的人，都讲面子，估量一下与自己的财力福分相称即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又这对是啊，对呀，造两次。
下官身为绍兴知府，在任多年，政绩平平，理应为整治建湖带个头，任捐文银5000两。下官不敢与诸位富翁相比，并真喝头口酒，谨谢父老不醉之恩。好，陈大人为官清廉，捐银5000实属不易，老夫佩服佩服。好，穷乡日夜伺候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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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好，老夫自不量力，想喝一碗巡抚大人敬的头口酒，老夫捐银10000两。好，黄庭轩老先生任捐文银10000两。好，黄老先生，方便您了，来来来。薛大人，沙大捐银5000两。黄同德捐银5000两。沈大人并没有追究你们父子俩的五万，总不会是5000两吧？我捐10000。常有福老爷任捐文银10000两。谢大人。各位请。我也来一碗，我也来一碗，我也来一碗。好酒啊！本官最后这碗酒是敬全体富商财神，本官代表绍兴百姓，谢谢诸位，为繁荣绍兴尽心尽力，为繁荣绍兴尽心尽力。是条条的来，你白白的走，小把滚，少年便白头。